This young newlywed couple wants a honeymoon trip that is memorable and unmatchable.原本打算选的那个旅行社，因为他这个线路的制定啊都比较死板，所以可能也不符合我们对蜜月的这种追求。有想过最想去哪个欧洲的国家吗？我学德语，可能我希望在德国多待几天。但如果没有这种私人的这种个性化定制呢，可能我就没有办法说去真的去在德国多待几天。当他们两个提出了很多旅行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很迅速的告诉他们最想去的信息，然后我感觉他们就立马就有那种信任的感觉，他们觉得哎怎么你会这么了解当地？我能看到他们眼睛都是那种放光的感觉。 我可以给你们先看一下之前给我们的客人做的一些路书，你们可以自己翻看一下。路书是什么书啊？路书其实就是在你们出行前，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行程表，但是比简单的行程表要详细很多很多。Customized itineraries with a special route book and accompanying guides are two of the services that Uniqueway offers. The first option is where the designer tailors the schedule in a way that makes it inexpensive and easy to follow. But Wang Hao and his wife go for the more expensive option of an accompanying guide. 我们不着急要路书。对啊，回来以后再让他们拍我们的照片，放。他们是告诉我，真的是希望我能跟他们一起去。他们还是想要那种非常了解的人带他们去当地吧。我们想大概就是10万以内吧。我们是按照你整个旅费的20%这样去收费的。我可以全程对，就是你就跟着我们，对对对，然后。 帮你做所有的行程，其实你们两个就什么都不用担心。这种我可以配合雷涛的一系列这个描述啊，这种带给我们一种憧憬。不只是一个导游的身份，做专属旅行家，像一个好朋友的身份一样，去介绍自己生活的地方，又感觉自己在旅行，又感觉有人在身边，有保障，这样的一种状态。The fourth destination Lei Tao has arranged for his clients is the new Swan Stone Castle, buil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Disneyland's Sleeping Beauty Castle. It's Germany's most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排队吧，马车走。排队，真的假的？大家都想坐马车。就在这儿排吗？人太多，没有办法。我真的从未见过这么多人排队。本身他们很期待信天鹅堡，但是我没有想到在那一天会火爆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上，根本没有想到。我的天哪！ 我们兴致勃勃来干什么？坐马车上去以后，桥上都挤满了人，我这样浪漫的一个城堡，到处都是人。它是有落差的嘛，所以它还是有点点失落，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子？在回去的路上，发现他们又很累，都睡着了嘛，就想着哎，必须得找一个东西让他们心情好一下，所以我们就立马就想带他们去大吃一顿。我要一个大盘鸡，这是中饭啊，谢谢。 你如果旅行这么长时间，不吃中餐肯定会想吃。刚好我经常去那家中餐馆，是专门卖大盘鸡，感觉真的非常好吃，地道的不能够。来个面拉的也很好，软硬适中，味道很好。好，这个鸡肉正好，吃吃的。这个鸡肉正宗。雷涛呢，很负责任，经常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情绪上的变化，及时的更改我们就是行程上的一些安排。 As a travel designer, Lei Tao always tries to give his clients the biggest surprises at the lowest cost. But reality doesn't always live up to expectations. Hi, 我的房间在上面，结果是这样一个房间，是一个 baby cama，而且没有窗帘，你懂吗？没有窗帘。哦，那怎么办？对啊。 要订这样的一个酒店，住在一起是为了节省费用。但是呢，当我进门以后，我发现是开放的，我觉得这太不合适了。他们毕竟是蜜月，然后我就立马帮他们放好东西，出去重新找一家酒店去住。走了，拜拜。我觉得我们看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一块住也很热闹。但是呢，雷涛他是很替我们着想，很替我们考虑，我们很理解，然后也很感谢。 Lei Tao's considerateness has won the approval of the clients, but he had to pay for his mistake.
那天还下着雨，因为我的行李箱里面还拉着客人的东西，你知道，就到处去找酒店，找一家没有，找一家没有，整个过程真的非常的让人觉得非常难过，就很失落。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旅行定制是一个非常光鲜的一个职业，你再去看背后，工作的过程中是一种紧绷的状态。